我把所有的爱都跟他说了，我全都说了，可是他连送机都不让我去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帮你追到他。他也跟我说对不起，可是我不要对不起，我只是要在一起而已。为什么这么难？我跟你讲，我6岁就会捡荷包蛋，我考试都考100分，老师都说我很聪明，可是我只是想让喜欢的人喜欢我，为什么我都学不会？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，你不要再伤心，不要哭了。不哭就不会难过了吗？可是我这里好痛。这里，好痛，好难过，怎么办？不用太久，真的不用哭太久，会有更爱你的人会出现。伟轩，答应我。什么？醒来之后，或许我们可以暧昧，可以调情，但永远都不要说爱。梁静芬，你疯了吗？这种事你做得出来？法圈呢？不能留下任何证据。